淘汰下来的资源啊。外线余良啊，要一个三分。身体接触是有的，但是力量感是不强的。是，哦，就是啊，金帽。哎，你看，哦，啊，董汉人自己没摆劲，嗯，哎呦，真快，张帆，张帆是原来佛山队的后卫，蔡亮来防对面的皮尔杰克逊，还是扔，哎呦。哎呦，其实蔡亮这个防的不错的，嗯，是在手的控制范围内的。哎呦，漂亮！假动作做得很真。嗯，过不过去，而且呢，第三人这个轮转防守也是看天啊，看心情。他那个小外援呢，也不怎么防。嗯，短暂的打过短工，在独行侠队打了八场比赛，在这个费内巴切都打过。再来。哎呦，外线少很多了，嗯，但问题还是有。是，先包一个人我就跑了。哎呦，上海队要叫停吗？叫停了，李导叫停了，裁判认为你们有意识来制造这个矛盾。这0.3加一块变成一的，啊，还有这个吹罚的。哎呦，蔡亮连续被吹犯规，这次顶膝盖。只能说0.3加0.3再加0.4啊，刚好是个一。是啊，贝勒大学也打过。皮尔杰克逊，全都扑。哎呦，这么远投啊！摁不住啊，因为这个队他有这三分球的实力在。又一个，救命啊！20分了，这个麻烦了，这个就麻烦了，我要必须挨对方兰多夫这个砸啊！斯普拉这个球传的太随意了，嗯。哎呦，嗯，好球！因为这个防守太松了，动真该学学。是，我们的国内球员都应该学啊！皮尔杰克逊，哎呦！真没招，真没招！哇，皮尔杰克逊，你就是不，哎呦，哎，又吹了，给了助理教练吗？哦，给了，又吹了，体能师，一个翻译，一个体能教练，再加上主教练，哇，这下拉球太厉害了，是准，今天他对呢，现在要避免的事就是对方。哎，哎呦，又吹罗旭东一个，这个真没必要。就是连续被对方合同之后呢，可能是不爽，但是，嗯，哦，皮尔杰克逊，你老想像在主场打吉林那样，最后一节追十几分，这不太现实。皮尔杰克逊，速度确实快，上面应该暂停了吧？暂停可能就不一样了，是。今天那么给力，哎，嚯，什么都来了，来，王铮，北京农商银行终于得分了，嗯，的确也不可能是吧？是，这总有一个一口气过，对方那水平也太差了，对，哦，那这个时候得顶住。六分又到六分了，又到六分，不能再扩大，是，就是不给投，扑这一下呢，不至于造成大的结构性损伤，嗯，啊，要失误，你看，不给三分，对，张少旭坚决往外扑，嗯，这都没事，哎，不可能不让对方得分的，是，看一下，这之前这个动作，左左右右都很熟练的，弗林戴特这一节已经干了15分了，嗯，啊，迅速得分来到50分啊！对面三分球还有，哇，什么都来，金帽已经53分了，喂，啊，哎，让对方用这样的办法呢，打了一个2+1。刚才那三分怎么进啊？太远了，是，连续两个三分，一个比一个投的远。
还有，刚才我们前方记者也发了消息过来，还差两分。哎呦，对方现在对吉姆尔的限制呢，也是没有太多效果。但罗汉琛这犯规啊，有这种能跑马拉松的这种觉悟啊。哎，这一下差一点。对了，王彤要上，哎呦，小罗，哎呦，就是这感觉，自己不用怕他突。今天之前一分钟没打过的队员在上面，这是一个原来国青队的一个内线队员，韩荣，天哪，没通过今天。今天这个比赛，你知道我们话说在这儿，对方现在是张帆控球，还是给他这个小外援，还扔啊！天哪！看一下这一球，哎，对方再给外线，还到杰克皮尔杰克逊，哟，要投，麻烦了！哎呦，天哪！哎呦，哦，今天他是疯了。这个确实是厉害，你这没辙，这确实没辙。我的天哪！皮尔杰克逊三球绝杀，这场比赛双方的小外援打到最后时刻都完全爆炸了。哇，他最后这一集感觉你没落空过。皮尔杰克逊这一个三分球把比赛杀死了，而且呢没有给上海队留任何的时间。如果这时候回过头来说呢，你刚才打到134平的时候，这进攻呢发起的时候可能留的时间稍微多了一点。哇哦，没辙。再看一下小罗，还是先不让他接球，然后呢出来接球之后，哇哦，这一下变相过掉，王彤最后一步没扑出来。无话可说。上海队已经夹击了，但是这个夹击被他用运球破掉了，你这个就没办法了。今天是可能是杰克逊的人生巅峰，只能这么说了。作为一个球员能打成这个样子，不管在任何联盟都是人生巅峰。